呢個社會係咪好多人係咪好多人仇視我哋警察咧？我相信唔係嘅。我哋警察好嚴厲嘅情況之下咧，使用武力嘅，只不過大力嘅。大家見到當時嗰個混亂情況，我哋同事嗰個自身嘅安全、個生命危險受到威脅嘅時間先係使用嘅啫。我相信香港極大嘅部分嘅香港市民都係和平、理性同埋講道理嘅，亦都係想香港係繼續和平同埋一個穩定落去嘅，唔想香港會亂嘅。至於嗰少數個嘅經常喺度搞事嘅，或者係令到香港混亂嘅人咧，如果佢哋真係混雜咗喺一個和平理性嘅遊行即示威裏邊咧，當有情況出現咗嘅時間咧，希望嗰班和平理性同埋守法嘅市民可以關顧到自己嘅自身安全，盡快離開嗰個危險嘅地方。呢啲咁樣係應該立法會討論嘅問題，應該歸翻入議會。我哋香港係一個好有個好完整嘅立法制度，立法會嘅立法嘅制度，應該將呢啲嘢，如果你唔同意嘅，你喺立法會裏邊將你嘅理據、將你嘅陳述喺議會上據理力爭，而唔係咁樣將一啲議題拎翻出嚟喺街頭上去用一個嘅案嘅力量去爭取又好，或者去否決又好。如果咁樣嘅話咧，就不需要立法會的存在了，樣樣都可以在街頭上傾了。所以我覺得都話，大家應該正反方面應該都立法會回歸立法會，亦都唔好令到市民警察在事件裏面的嗰個衝突裏面咧，受到嗰個肉體上或者心靈上的傷害。大家都不想咁喎。